就龙源公的五谷爷文化祭开始，一直到华龙洲的归乡文化祭啊，其实这两个大活动啊，都是为了创造龙潭未来的一个观光文化活动。在座的每一位，我想大家对龙潭的付出啊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那以龙潭来讲的话，应该要感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创造我们龙潭的观光。那云龙未来也是继续朝观光这个面向来继续努力，祝福大家，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用餐愉快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。